大家好，看到这个背景了吗？我们就是在这个背景前面采访了5000个老人，他们在这儿讲他的一生，所以这个在坐在这个背景板面前，就会心情就会觉得不一样，就会觉得特别庄重。最重要的节日，他们在这里可以尽情狂欢，也可以尽情的购物。但在这一天中，还有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赛马。阿鹏，主人公阿鹏看来肯定无法按时参加赛马，因为他即将遇到我们的女主人公金花。哎，怎么把路给挡住了？没看见轮子掉了。这个始终用帽子遮住脸的姑娘，就是阿鹏将在本片中苦苦追寻的金花。扮演她的是后来闻名全国的演员杨丽坤，而此时她还是云南省歌舞团一个小字辈的舞蹈演员，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被导演王佳怡看中。王佳怡导演来团里面选演员嘛，我们在擦玻璃搞卫生，晚上就发了3张电影票，我一张，杨丽坤一张，还有一个同志一张，我们上去去看电影了。怎么一坐下来就是王佳怡导演在旁边坐的，后来才知道选演员。当时的杨丽坤只有16岁，怎么演电影对他来说是一片空白，而且他还从未尝试过爱情的滋味。父亲三代都是铁匠，哪儿的？建川的。糟了。而对于阿鹏的扮演者莫子江来说，参加这样的演出，自己的经历同样是一片空白。当时他刚刚上了电影学院的2年级，也是在稀里糊涂中被一位老师拉进了剧组。没见过这场面，真是没见过场面，这剧组很生疏的嘛，对我们来说非常新鲜又很生疏，搞不清楚是怎么。没过几天，莫子江就成了这部电影中的阿鹏。电影《五朵金花》是1959年全国重点的国庆献礼片，拍摄工期又十分紧张，而两位主演却都没有什么电影表演的经验。现在看来无疑是一件冒险的事，但当时却似乎是一种风气。导演王佳怡认为，业余的演员反而能表达一些质朴的东西，一片空白才能画美好的图景。
阿鹏矫健的身姿，灵活的马上动作，引来主人公金花充满热情的注视，也博得全场的一致叫好。但莫子江生在南方，据说在此之前只见过一次马，虽然为了这场戏苦练了好几天，但怎么能在这么快的时间里成为赛马的高手呢？他颠很难拍，而且那个摄影机你怎么办呢？一个吉普车把棚全都拆了，拆了以后搭块板儿，那个驾驶室那边呢也是搭块板儿，给那个摄影在那猫着在那绑着，把我们全都绑着，机器也绑着，人也绑着。如此漂亮的动作，这么英俊的小伙，怎能不招人喜爱？更何况他又是那么乐于助人。金花不由分说把自己精心绣制的荷包送给了他，那上面有一朵美丽的山茶花。金花消失在人海之中，不过不要紧，三月街并不是大的无边无际，更何况只要有美丽的歌声来传情，两人的距离就会变得很近。是我一进去，咩黑压压的坐了一大窝人，有四五十人，我一进去就给我吓了一跳，吓了就抖起来了，脚也抖起来了。我们唱独唱那个时候唱民歌的是随便你拖几排，尹老师尹深山就告诉我，你一定要按照牌子来，但是你又不能打着牌子唱啊，所以呢这一关的话也是、还是克服了不少困难的嘛。他不是那个习大利的那个歌剧里面啊，你唱的啊，蝴蝶前面一枝花，哪这种声音？你那唱你是不行，也不需要，你唱，尤其是在蝴蝶前面，金花在那儿梳头，你还是阿恒呢，你上他还在他不知不觉的把你的感情能够传递给金花，还不要惊动他，而且还要打动他。轻声细语但又含情脉脉，这是导演王嘉颖和作曲雷振邦对于这段爱情饰演的定位。这段爱情来的是如此的巧合，又是如此的浪漫，以至于让人担心他随时可能一不小心溜走。金花，明年来相会。其实我小时候看这个电影的时候觉得五朵金花都挺好的，可是阿鹏哥呀却走遍苍山洱海，因为他爱的是其中的一朵。今天呢，大家跟我一起再去找找金花。金花，明年来相会。为什么要明年来相见？也许是当时一见钟情并不被提倡，也许是为了考验爱情是否忠贞。爱情这个在今天可以随意出现的名词，在当时作为主题出现是需要勇气的。那是1959年，当时全国一盘棋，到处都在搞大跃进，而且正逢建国10周年大庆，所以当时不管是电影还是其他文艺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选用了战争题材或者大跃进题材，这让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感到有些头痛。夏衍同志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啊，说为什么呢？观众白天劳动了一天，晚上要看电影去了，还是苦干，他就没有意思了。所以说要搞一个轻松愉快的。季康和龚朴，他们因为共同的对文学的挚爱而走到一起。当时接手文化部的这个任务的时候，正是他们婚姻的第6个年头。也正是他们事业最成功的时候，俩人迅速去了云南，拿出了一个剧本，取名《12朵金花》。
我们汇报了以后，袁伯一听说十二度太多了，是吧？改成七度好了。公仆去了大理，季康则留在北京做七朵金花的修改，这也是夫妻两人习惯了的协作分工。他才是敏捷，他来得很快，这是他的好处。但是我的所谓优点吧，就是比较接近生活，深入生活比较踏实。相信这样的合作在夫妇两人来看一定就是一种幸福。后来夏衍看了剧本之后，认为七朵金花也多了，主张改为五朵，甚至开始自己动手修改。夏衍同志在看了全国的献礼片以后，而且确切感到没有轻松愉快的，在这个前提下他提出来要写个轻松愉快的，这个创意非常宝贵，没有夏衍的这个支持，我们也写不出来这个电影。就是这样的合作，才使十二朵金花历经七朵六朵，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五朵金花。据说当年从十二朵金花里省略掉的还有采茶金花、修水利金花等等，几乎遍布大理的各类金花，足够阿鹏找上大半年的，所以电影中的他已经轻松多了，而且第二年一来就遇见了金花的妈妈。他去年当了模范记者，又写文章又照相，还把他比作什么苍山脚下洱海边上的一朵山茶花呢。山茶花，大妈，他叫什么？他叫金花。阿鹏哥运气真不错，第二年一来啊就找到了金花，人家说的是鸡飞模范，在水里。在正寻找爱情的阿鹏眼中，金花是世界上最美的一朵花，它是独一无二的，是无可比拟的，它一定就藏在水的那一边。你是金花？是啊，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情？我找错了。按道理他应该知道的，就是说那个白族地区很多人都叫金花。你找哪一个金花？我找挺会唱歌的金花。哦，是她呀，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是吗？她在畜牧场呢。谢谢了。阿鹏真正要找的金花正投身在热火朝天的大跃进中，他是这里社管会的副社长，他既身体力行地参加劳动，又统筹掌握着各项工程进度，还要处理同事之间的矛盾，各种体验对于这个只有16岁的小姑娘来说确实困难重重。杨丽坤的普通话又不行，他老先跟人对话拿云南话对，那个谁呢，墨子江的人又是个老广，那么弄在一起，导演呢就你这个发音不对，你的口型不对，他说话嘴不怎么动，后来张桂兰也难为张桂兰给他配音了，张桂兰过世了，倒是得给他配音。就在金花辛苦工作的同时，阿鹏陪着两位长影来的艺术家已经赶到畜牧场，这两位艺术家也是五朵金花中最重要的喜剧元素，他们一直陪伴着阿鹏，帮助他找错了一个又一个金花，唱歌就是其中一位出的馊主意。蝴蝶飞来山茶开，去年要回今年来，腰子好长不缠两眉，人家工作你繁忙呀，一有一身子该空埋三年了，谁也看不上我，谁也看不上我，山过长的肌肉狂美，嗓子生的太冤枉呀，一有一我不喜欢你不配吗，莫再乱嚷嚷，哎，莫再乱嚷嚷。你要唱那个歌，哎呀，唱那个歌的时候给我的负担这个大呀，要去那个外头放着音乐，
这里还要忙着洗牛，往里要对口型什么东西的，到时候要跟着那个口型的来，也要照顾到情绪。哎呀，我几头弄完，我就搞话剧演员的，这个上电影稍微多一点又不好了，又不对了。这不是那金花。副社长金花此刻也在回味一年前的约定，歌唱的爱意浓浓，因为当时唱歌的赵吕珠也正处在热恋之中。20岁还差几个月。嗯，那么就是当时的话，我也跟我的爱人谈恋爱，那么我就说我的那种有那种啊少女的那种纯真的那种追求爱情啊，追求幸福生活的那种幻想嘛，嘎也有，所以的话要把那些东西的话，就是要结界过来，嘎要把那种唱得很柔很美，那种少女的那种纯真的那种感情一定要唱出来。但是只有16岁的杨丽坤对成人世界的种种情感还没有真切的体会，他对于这个世界的思考来自一些对他来说高深莫测的东西。一个就是喜欢到我们话剧团来看我们演话剧，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喜欢跟我那儿借书看，他喜欢看看什么安娜呀，也看看什么白痴啊，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书，他喜欢看这些书。我当初我就跟他讲，我说小九啊，我说你太小了，你这些书你大概也就看不懂。他喜欢看，很成熟一样的，他就是他想象的那个白马王子都是梦中的那种白马王子的那种东西。阿鹏并不知道此刻副社长在想着他，因为他听说金花现在正困在山里一夜没有回来，他要去解救自己的爱人。在这个场景里，熟悉云南地貌的观众也许能够看得出来，这里的山不是云南的山。熟悉那个景呢，一看就不是云南，那是在东北的六道沟拍的，那山上狗熊上那个，那没办法都跑到那儿去拍了，因为加上天气加上那个气候都什么了，拍那个拍五朵金花那就赶得相当快了。为什么呢？要我已经战火中青春看上我了，要去拍战火中青春。王苏亚在之后的战火中的青春里扮演女扮男装的高山，她的确拥有一个男孩子的性格，在五朵金花里扮演这个被阿鹏又一次认错的金花，她是炼铁金花，就像刚刚炼出的铁一样风风火火的。哦，我们是来找矿的，你看到底把矿石找到了，就在这个洞里。我说炼成钢铁我脸上白白的怎么行啊，我就导演也不注意，这化妆也不过来，我就崩白了，一拍化妆就来啊，而且导演他又往脸上抹黑了。后来王家爷说可以，他一炼钢铁嘛，我就不高兴，我就嘟囔，我炼钢铁我那脸又怎么能白呢，因为白了我就不是炼钢铁了嘛。好，这导演一准了以后，明明抹一块，干脆你导演不是同意吗？我就干脆多买抹一点，到处都抹一些，这化妆不得了，也闹起来了。金花同志，我想问你一件事，你们社里有多少个金花？我也说不上，兴许有100个吧。100？这个金花啊，阿鹏哥还是没找对，不过他弄明白了一件事，在大理啊，一共有100个金花。事实上，在第一版影片里，这两位艺术家的身份是北京派来采风的音乐家和画家，因为行为上带有很多喜剧的因素，所以审片小组的意见是这样写中国美协和音协都不会答应的。在后勤总印什么
庄从这儿来的，从那儿来的，从哪儿来也不合适啊。那从哪儿来呀、啊？哦，这么说吧，从长春电影制片厂来的。我说原来口型叫四个字啊，这怎么办呢？我得塞吧。我们是打长影来的。老叔，从长影来的两位同志呢？就是一个音乐家，一个画家吧。然后他们两个去参加这个，当地的老百姓的这些婚礼啊什么的。结果这些事儿让他们真正的都是在那个当地的少数民族地区就遇到了。他去参加婚礼的时候，人家那个点辣椒什么的，结果把他们呛的是特别有意思。然后在婚礼上跳舞啊、唱歌啊什么的。新娘子。两位艺术家再一次帮了倒忙，他们凭借新娘子身上的那个绣花围腰，就断定阿鹏要找的爱人已经变心。这当然又是一次误会，但他们阻止不了自己把这个误会告诉阿鹏，也阻止不了阿鹏把这个误会扩大。王导演都说了，我这个戏呢，就最主要的喜剧喜在哪里？就一个误会，是误会。阿鹏哥够倒霉的，自己心爱的金花和别人结婚了，其实这是个误会，可阿鹏哥不知道，所以他决定坐长途连夜回剑川。阿鹏并没有走，他被炼铁金花半路给拦了下来。因为阿鹏祖孙三代是铁匠，自然成了大炼钢铁的能手，而炼铁金花像炼铁一样的热情也是没有人能够抵御的。这样一来就冷落了喜欢着炼铁金花的小杨。小杨当然生气了，因为他们俩已经相好一年了。其实最初王佳怡选择演员的时候，男主角定的原本是演小杨的王春英。他好，你留他在这一辈子。但是周总理有指示，就说你是备选，如果在少数民族我找不到真正合适的，你就来演。我说我别演了主角，这个炼铁组长我就挺喜欢，很有色彩，我就特别喜欢这个角色，你配角我也喜欢。五朵金花结束之后，王春英又参加了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拍摄。在这部影片里，原本要他演男主角阿米尔，最后还是在他的主动要求下，换成了戏虽不多却很有意思的侦查员卡拉。五朵金花里是这么一个状态，后来找到了一些小木木。不是我是炼铁组长，炼不出铁来，人家在这帮忙呗，那铁就炼出来了，不大跃进。由此他就给他倒水呀、啊、又给他盖衣服、啊、什么那么年轻的调皮捣蛋，就是说笑话嘛。对人你看什么，人家爱阿鹏根本就不爱你了，你得了吧。这么一说我就生气啊，吃醋了嘛。金花也开始误会了，他不能想象自己思念了一年的爱人竟会是一个花花公子，也许是他真的以为自己已经结婚所以万念俱灰，也许是因为另一个金花给了他真正温暖的关怀，或者也许这原本就是一个误会。虽然自己心爱的人就在不远的地方，但是金花这一次是真的犹豫了。那就更不用去找了，这么容易变心的人我不爱。从来不知道电影是怎么回事的杨丽坤，经过几个月的磨练，对人物心理的把握越来越好。他淳朴善良的形象打动了无数观众，也打动了国际评委。1960年，在第二届亚非电影节上，王佳怡凭借《五朵金花》获得了最佳导演银鹰奖，杨丽坤则获得了最佳女演员银鹰奖，而电影《五朵金花》也创纪录地先后在35个国家上映。刚满17岁的杨丽坤也顿时成了为数不多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演员。2年后，他又主演了电影《阿诗玛》，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现在银幕。之后的近30年里，杨丽坤陷入痛苦的精神错乱之中，再也没有能够走出来，
直到2000年在上海去世。最后一个误会并不难解除，炼铁金花发现了阿鹏手里的钢刀，那是当年蝴蝶泉边上的定情之物。后来，哎呀，我看你要找的一定是他。误会终于要解开了，炼铁金花把坏事的小杨骂了一顿，但小杨并没有生气，他怀揣失而复得的爱情狂奔向三月街，在那里阿鹏和副社长的爱情即将上演最完美的结局。但是季康和公仆之间的爱情却在悄悄散去，他们的婚姻在五朵金花闻名全国的时候走到了终点。我跟季康是62年分手的，要说到我们的关系里，从53年到62年，从谈恋爱到结婚生孩子到离婚，整整十年，你要找什么传奇是没有什么传奇，很平淡，但是酸甜苦辣都有，这中间的酸甜苦辣都有。五朵金花正是我们从爱情的高峰向下低落的分水岭，可以这样说。也许是创作上的分歧，也许是感情上的裂缝，也许是一些永远无法探究清楚的关系，但是之后的日子里，俩人都因为五朵金花而扬名全国。也同时因为五朵金花而受到批判。批判。是批判我呀，或者搞什么也是正常的，但是我比嵇康呢，就受的这个磨难少一点。嵇康，他这个人的性格也强，所以后来就受的磨难多一些。这个情况我都不太了解。80年代初，嵇康去了美国，以后的十几年里。两人偶尔会通过电话互相问候。又是一年三月街，它看起来和去年一样热闹。这里既是人们狂欢的节日，也是爱情生根发芽的地方。人群中，我们看见了四朵金花和他们的爱人，而在蝴蝶泉边，副社长金花和阿鹏的爱情也拨开重重迷雾，终于有了最圆满的结局。这集就是这样，下集再说。